这是一个亚洲杯的音乐大赛，虽然叫亚洲杯，但是它每年在不同的地方举办总决赛。然后在中国地区呢也很多的分赛场，那么澳门地区呢是从去年开始才有的。亚洲音乐大赛，咁佢咧就已经举办咗八届噶啦。今届总决赛就会喺呢个保加利亚嘅索菲亚，叫玫瑰 City， 即系玫瑰之城嗰度举行。亚洲音乐大赛呢，其实就是，立足亚洲，望眼全世界，望眼国际。在这里呢，我们其实有很多亚洲人学音乐，在国际上都已经，非常有成就了。所以我希望我们培助更多的力量，在发掘亚洲的这些学音乐的人才。所以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下呢，来成立了这个大赛。评委方面呢，我哋每一年都会首先要请一个本澳嘅，优秀嘅钢琴人、钢琴教师。然后我哋会请香港啊，咁我哋都会请翻一个内地最 top 嘅中央学院嘅教授。亚洲的一些好的一个音乐大赛预选赛能够在这里来做的话，能够提高孩子，一个是他们的积极性，而且对音乐古典音乐的一个理解，包括家长对这个孩子的熏陶。借着这个比赛呢，不止在亚洲发掘了音乐人才，那也希望就是说把这些音乐人才呢能够推向国际。所以我们每年的总决赛呢都是选择不同的城市，而且最主要就是文化底蕴非常深的城市。那参赛的选手呢不仅可以在舞台上展露他们的琴技，同时呢也跟国际的一些非常优秀的年轻的音乐家能够互相的有一些观摩啊，交流啊，然后每一次我们大赛的评审呢，也都是我们大师班的这个老师，所以还有学习的机会。这边的老师也开始重视起来，家长也重视起来，所以我期望是以后会更好，我觉得会提高非常多，因为虽然去年可能就是由于启动太晚了，以后这边的孩子获奖的孩子没有能够到总决赛去比赛，但是我觉得今年会有，而且并且能够在今年的总决赛里面，获奖。